魔术真是太精彩了 ！That was such an amazing magic performance. But what's coming next is even more fun. UWC 的中国同学总是充满了创意，他们从日常生活中汲取许多灵感，创造出了十套具有中国风格和民族元素的时尚服装，并且呢，还邀请了十位外国同学和他们一起登台协同展示。What's coming up is better because UWC students are always full of creativity. They were inspired by many aspects of life and decided to create 10 costumes with Chinese nationalistic style and Chinese elements. 请欣赏中国风时装秀。Please welcome the fashion show.丹庆艳，绿叶相衬，东北花布上别具民族特色的传统图案，彰显了来自民间的生命力，红火、精彩、蓬勃向上。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小小的草编手工艺品，传达了隐逸世间、天人合一的旷古情怀。京剧是中国的国剧，独具民族风的乐器，鲜艳夸张的脸谱，悠远传承的历史，让京剧被誉为传统文化的精髓。扇子既是道具，又是文化展演的平台。人们把诗词歌赋写于折扇，把梅兰竹菊画于团扇，为生活增添趣味。贴春联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每到春节，家家户户敲锣打鼓，红纸黑字贴于门前，象征人们对新一年的美好祝愿。
代中国传说中的百鸟之王，凤为雄，雌为凰。诗经有云，凤凰欲飞，会会其羽，这象征着祥瑞的降临。龙袍是中国古代帝王特有的服饰，盘领、右衽、九龙盘旋，龙袍加身象征着权力的巅峰。宇宙混沌，阴阳相生。太极是道家的图腾，也是东方思想的精髓。黑白两仪是男女，是天地，是世间万物的源头。情不知所起，奈何一往情深。这是昆曲《牡丹亭》中的爱情，一梦一真，宛如他袖间翻飞的蝴蝶，寻寻觅觅，又好似那一曲《游园惊梦》。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梅花以它高洁、坚强、谦虚的品格，给人以奋发向上的鼓励。旗袍是东方女性最为经典的传统服装，立领、盘扣、收腰、裙边开叉，完美地展现了东方女性的身材和气质。设计师 The Designers 孙英 Alice 叶嘉轩 Kyle 方新瑜 Sia 时尚助理 Fashion Assistant 沈玉彤胡叶洲 Isabel 设计师兼节目负责人 Designer and Manager 朱佳琪 Vivi 冯佳莹 Crescent